中医呢对大便颜色很在乎，好，所以我们常常会问病人，您大便什么颜色？他说黄的，好，那正常。我大便黑的，大便黑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有淤血，这个人身上有淤血，好，大便黑的。还有一种黑呢，是大便好像出来是柏油，马路上柏油，但是它不是成块的，一坨一坨的下来，这个是内脏里面腐烂掉了，或者是肠子胃里面胃癌到了末期要走之前，大便出来都是像柏油一样，一块一块啪啪啪这样掉出来的声音都是这样，那快死掉了，那全黑的那是内脏烂掉了。